欢迎回到天天话题加拿大版凤凰资讯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吴晶。上半场带您欣赏了一连串非常精美的歌舞表演之后呢，接下来带您来听一听呢，来自加拿大山级政府代表以及各界领袖呢，给观众朋友送上的新春祝福。I want to wish everyone a ver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of the Year of Fire Rooster. Well, I always feel really great about celebrating a Lunar New Year in the community. It's a vibrant, dynamic, and prosperous community, and we'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year of the rooster. I personally feel that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ood year. So I'd like to say to everyone,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I'm excited about 2017. I'm excited that there'll be a provincial election this year, and I want to mee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make sure that the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s spread from every corner of BC, here in the Lower Mainland and all over the province. Gung Xi, Gung Xi, Gung Hei, Gung Hei. 很高兴这个华伦会呢，他今年已经第十五次开这个春节的庆祝活动。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那可以举办这里的活动，把大家凝聚起来。然后他们对我们社区也做出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贡献，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华人投入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的。看见很多华人出来参选，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华人呢，在我们BC 省差不多有40多万，那但整体来讲，我们的比例参政的人是比例上不成正比的。看见这一次已经有很多华人，有的是还是女性出来参选，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反映到我们华人社区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对于参政是很重要，而且也鼓励广大的华人多投票，这个是对我们很好的。希望今年呢，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今天晚上将近有1000个人的晚宴，大家在这里都非常的其乐融融。我很想说，华人这个平台在加拿大越大越大，在这个华人的社区里面，有从政治、经济、企业都获得了成功。我是老华侨，到加拿大差不多半世纪了，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新的华侨越来越多，啊。在这边吧，我们庆祝我们中国的传统春节，祝我们在加拿大积极参与主流社会，投资主流社会，做一个良好的加拿大公民，祝中加友谊万岁！向旅居在加拿大的所有华人华侨表示热烈的祝贺，也祝贺他们在2016年取得好的成绩。也祝福他2017年更上一层楼，也祝他们在春节期间有个美好的一个祥和的一个春节。
美好的时光总是让人流连忘返。在此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共度2017欢度春节华联会温哥华春晚。在此我也代表温哥华的摄制组同仁恭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也请您继续关注天天话题凤华资讯每周的官方微信。我是吴景，我们下周见。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由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